五个人当中，四小花安插了一个伪装者。接下来，马上谈感受，关宏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直觉是村长。原因？我总感觉就是他这种可能会跟村民们说的话，他应该挺熟练，应该是经常跟村民然后互动在一起的。但是他刚刚讲起来有点卡。北极村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庄。我这俩队友实在有点差。村长一定是真的，你看长得就是个村长的特有那个感觉。我觉得那个斯琴图雅是假的。最后一位上的姑娘，你们觉得斯琴图雅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但啊，你继承了张老师的优良传统，盲目自信。他们不正面回答问题，很说明问题。